大 S 全怀孕5个月，诸葛做人成功，诸葛公主公告天下。日子一日一日咁过，责任都一日多过一日。虽然有啲辛苦，但系心里面都有无限嘅期待同埋喜悦嘅。寻日自爆呢个喜讯，大家估到晒啦。新生命嘅来临啊！有咗啊，恭喜啊，替你高兴啊！公主有咗啊！去年3月嫁俾 New Way 薛家二少，公主一直恨生 B 恨到出晒面。我哋寻日问过准妈咪，话未公布得住，要跟传统怕 B B 未够3个月会小气。公主近月已经全面停工啦。咦？大 S 都好似半停工咁。有传大 S 有咗5个月，身形暴涨，出街改着平底鞋，仲俾人影到佢哋揾蜜中祈福求子添啊！之前父亲节嗰日，佢老公出 show 话，希望佢同所有已婚男士出年过到父亲节，摆明暗示做准爹哋啦。